12月1日，吴尊发布称，尽早跟内内说以后，爸爸不在了，他看这些回忆一定会哭。这么说着，吴尊就已经不知不觉地一直流泪。他还喊话说要珍惜，大家要记得珍惜，并晒出一组女儿内内和儿子 Max 上在襁褓中的照片。照片中，初为奶爸的吴尊小心翼翼地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宝贝，手还特意托着宝贝的头部，喜悦之情可见一斑。看到吴尊的博文，粉丝纷纷安慰：“你要做姐弟俩的超人呢，不会不在的，珍惜要珍惜，喜欢内内 Max， 喜欢你们一家。”这世界很酷。